接下来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有这个满满的个大阵仗哦？刚刚呢是我们这个跳舞所带来的一个活力律动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要来呢让大家更有节奏感一点点哦。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啊，为什么非常的多？因为呢，就是需要大家待会呢一样带来更多更多更多满满的热情哦，要来陪伴我们这个太鼓的部分哦。哎，你们知道太鼓这个鼓呢，大家应该叫太鼓达人啊、哦、如果有玩过太鼓达人都会知道，其实呢这个打下去的瞬间是要用一点点力气的、哦、不是这样轻轻打就有声音的哦。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我们今天这个环节比较特别的是，待会上台的每一位都是80岁以上的长辈，掌声先来一点好不好？80岁还这么有活力，你看看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啦哦。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位这个80岁以上的长辈呢，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同时呢，也是来邀请我们现场各位好朋友，待会呢可以的话，把你们的热情还有你的双手一起来借给我们舞台上以及我们台前的这些长辈朋友们哦。你们的满满的热情呢，满满热情的掌声呢，对于我们长辈们呢是一个最大最好的一个鼓励啦。当然欢迎大家呢把你们的掌声一起来送给我们的现场的我们台前跟我们台上的这些长辈朋友们啦。好嘞，那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太鼓班。Thank you.
学到了哦。可见呢，我们台上以及我们台前这一些长辈朋友们呢，是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个榜样了哦。听说呢，他们为了这个表演呢，哦，紧锣密鼓的一直训练，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哦。再次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个来自我们姑爷里的太古班的这一些长辈，非常可爱的爷爷跟奶奶们哦，哇，好有活力哦。好的，以上是阿洲参加台湾美发展交流协会所办的一个公益活动，看到超过80岁以上长者所表演的精彩节目。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关注我的影片，下次影片见。